一，狗王杯剑会赛开战，今晚的剑会 PK 当中将举行狗王杯比赛，二狗将率队挑战190连福战前三名的战队，分别是珍宝阁、鱼岛和明秀园。二，新出1043纯伤神用弓箭，一位玩家在刷军火时意外地鉴定出一把160级高伤神用弓，在熔炼并打16段后，总伤可达1043。弓箭作为双种族武器，应该非常受老板们的欢迎。三，猴子军团为浩文写诗，猴子军团的高材生特地给浩文的诗情画意服战队写了一首诗，猴粉们真的是太有才了。浩刚走完夫来抗，摇头继任满总强，刘少稳总归来时，八强犹如取探囊。四，梧桐出160不谋穿刺男一，梧桐在直播过程中鉴定出一件160不谋穿刺男一，体魔霜加了59点，如果魔力点改成别的属性的话，那这件衣服真的是太完美了。五，喜狼改名练声死灭乾坤，喜狼在直播过程中将自己师徒号的名字改为灭声死灭乾坤，未来这个号将会开始刷武器，